早早早，大家都还没有起床，应该是没起床，也有可能起床了，在车上没出来。昨天的菜我们拿这个包起来，今天还能继续吃。初一不开火，新年快乐，一家米。新年快乐。大家大年初一好，起床吃饭。我的饭呢？吃残羹剩饭，榨菜，鸡蛋。我的火腿。榨菜、鸡蛋、土豆，没有鸡蛋的吗？这是我的，被你儿子吃完了。一个都没有啊？那我咋吃啊？我就吃个土豆。鸡蛋煮两个吃吃呀。我就煮两个鸡蛋吃。你不要拍嘛。生气了，大年初一早上吃这么惨。没见你以前喜欢吃香肠呀，小明，什么时候喜欢吃香肠的？啥时候喜欢吃的？过来。那个时候哥哥绿色包的香肠，我感觉就是很喜欢吃。嗯，老香了。哦，有杨梅汁就想每天喝。我妈妈让我想起来就想喝一罐。吃着我就喜欢吃香肠。太好喝了，真好，贼过瘾。让让妈给爸爸点位置坐坐。好，找位置。奔跑巴士。哇，太爽了！应该不要了吧？不要了，全扔了吗？全扔了吗？干啥呢？煮鸡蛋呀。刚起床。没有啊，吃饭呀。是不是傻？在这里洗碗，默默洗碗。妈妈，你有快递拿好。刚刚把碗洗了，那边太乱了，所以我们就把碗放在这里吧。把地扫了。那个苍蝇有点多，哎呀，苍蝇又飞进去了，苍蝇太多了，所以把蜡烛点起来了。飞龙哥说，点个蜡烛下去，有火的话，苍蝇就不会上来。我们把地扫了，我们把这桌子都整一下，太乱了，脏脏的，看着心里难受。肉哥煮的面，老胡香不香？都很香，面也香。被传染了，一定要放牛肉酱。我刚刚已经放过一点牛肉酱。太大了。嗯，黄晨 PK， 输的洗碗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哪有愿赌服输啊？这是这么烂了，老年人不讲武德，真的愿赌都不赌，输了都不服。老奸巨猾。嗯，三局两胜。你看，果然是老奸巨猾。刚刚一局了是不是？刚刚一局了是不是？刚刚算你一局。石头剪刀布，去吧。哎呀，不是我风格啊。去吧。终于让我赢了一次。我们把这些菜都装起来，因为大鱼大肉的今天晚上肯定也吃不下，让大家收起来，放在冰箱里，该放的放起来，不能浪费。哎，露露，把那个丸子拿给我。那皮很甜的，你怎么不吃？不会吃的呀。那谢谢你啊。
回家里去拉家门口下的那个。出门遛弯儿。看昨天的人东西收了没有，他东西也没收，也放着。太热了这个天，今天大年初一带家人出门转转，总是待在营地里面，小朋友大人能待得住，小朋友真的待不住，带他出去出门遛弯。哎，又有人精心的帮我遮上遮阳帘，满满的都是感动，满满的都是感动。这次我不给别人遮了，我就放在地上嘛。现在我们准备去那个融创的房车营地去看看，因为今天大年初一，所以阿弟想去那边看看，到底现在有多少辆房车在那边停着，到底有多少人在那边开着房车过年。你闲着也是闲着嘛，就带着家明出门去溜溜，溜达溜达，还挺远的这个地方。这融创房车营地感觉还是个挺偏的地方，还有8.6公里，还有20分钟，18分钟才到。华姐，对不起，怎么说呢？首先看到的是，看这里融创欢迎您。母亲说这是误入歧途，但是这边要右转。这里一个售票处，这是一个万达乐园啊，不过应该现在没有在营业。这个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一个。看来就是万达的一个停车场，现在改成了，是吧？改成了一个房车营地，临时的房车营地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虽然过年，但是大家呢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。但这个融创的这个房车营地，其实就是一个呢，你看是一个水上乐园，应该是一个万达的一个游乐园。然后现在是没有营业了。你想去也没用啊，它关门了呀。关门了它是没有人去的。可能因为没生意吧，没生意，然后现在这个停车场改成这个房车营地，在这边外面看到好多房车，以前好像是免费的。现在我们开到融创房车营地里面，你看这边一片，这边一大片都是停着房车，算一算起码有上百台吧，应该是有上百台，还有小车啊、拖挂啊，啥都有。我们进去看看，这边有看房免费接送，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，保利西双漫湖7000一平，雅居乐，融创别墅106万一套，但是它只有40年，看到没有？产权只有40年。现在都是自动会延续的，应该是吧？怎么可能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儿子，带着孩子，嗯，来来来。这边停了多少辆房车嘛？100多台。哎呀，等伯伯给你拿个香蕉吃。哎，都你的。哎呦，不用。哎呦，不是，不用那么多。有。我们走着走着碰到一个在阳光小院看到的大叔，露露跟佳明就坐在他那边乘凉，我就过来拍一拍，看看这边到底有多少房车。你看到这辆轻卡房车没有？它那个整个箱体都是这种枪灰色的，特别特别的这种硬派的感觉，就感觉，但是看起来很沉重的感觉。老多了，这房车100多台嘛。哇，这个大哥拿一辆福特的这个车，拖一个这么长的拖挂，这拖得动吗？这好厉害呀，好牛啊，而且特别有素质。你看他那个排水管、排灰水，直接接过来，排到这个地沟下面。非常有素质，到处都是。就看这边的卫生情况，其实大家都做得不错。看，这边街道，这边道路两边都挺干净。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些素质比较高的，还有一些车友，是吧？还是挺注意环境卫生的。这道路很干净，房车边也没有什么垃圾，这一路看下来。哦，他这边的接水电应该就是一片区域有一个水龙头，一片区域有一个水龙头，应该是所有房车，就是很多台房车共用一个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共用一个，然后店装也是共用一个。那这边的全都是他们接那个排灰水的管子，接到那个地，接到地沟那边。好热，走。